大家好，我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童胜元。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近期卫福部桃园医院因为收治确诊病患，导致医院内有群聚的感染，国人及海外侨胞为此深感遗憾，也非常的关心。借此，正元谨向站在防疫最前线各位英勇的医护及警消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并衷心祝福大家健康平安。侨委会会与海外的侨胞永远为大家携手共度难关，共同来加油，为台湾，为我们的医护人员共同来加油。华商经贸联合总会西班牙李志俊总会长在马德里为台湾加油，为桃园加油，为医护加油，台湾加油，桃园加油，医护加油，桃园加油，台湾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台湾加油，桃园加油，大家一起加油来度过这个疫情。我相信这次只要我们再坚持，我们绝对可以战胜病毒。大家加油，台湾加油，桃园医护人员加油，桃园加油，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桃园加油，我们桃园加油，台湾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桃园加油，台湾加油，我爱台湾，桃园加油，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桃园加油，台湾加油，桃园加油，台湾加油，所有的医疗人员加油，台湾加油，桃园加油，台湾加油，桃园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台湾加油，桃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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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